好，接下来带各位来掌握到我们现在的蔡政府呢，真的是到处在施恩惠啦，希望大家对他感恩戴德。我们就来看到了受教韩玉萍的部分呢，因为包含他还有张玉森，他们在2015年当时呢，是因为了被说是违反了国防部的加菜金的规定，所以最后怎么样呢？遭到判刑。而当初的费用其实是2880元，大家就说啊，你为了区区这样的钱，怎么会有人会有这样的犯意呢？其实大家都认为并没有的，但是当初还是以贪污治罪条例，还有呢陆海空军刑法的罪行，好判处他4年6个月1年有期徒刑。好，这样子的之外呢，还宣告他褫夺公权，这整件事情呢，让很多人都觉得替他愤恨不平。好，这件事情呢，后来怎么样呢？最新的消息是在昨天，我们有没有看到这张大大的总统令？好，这张总统令哪边来的呢？其实是从这个总统府发言人哦，在脸书上有 PO 出来啊，是怎么样呢？意思就是说啊，蔡英文总统呢要来特赦花房部的前少将参谋长韩玉萍，还有行政室的张玉森。好，这件事情呢，他怎么样讲？他说啊，一审到三审的法官们判太重了啦，哦，很难符合国民正当法律的感情，引发法界痛骂说，说这个总统呢根本就是下指导棋干涉审判呐、啊。而且呢，大家普遍认为怎么样呢？其实啊，你这个小额金额贪污重罪论处的部分，你说你对他特赦了，可是可能还有千千万万个人，就是因为受到这样子类似的状况而遭受到了严苛的法令，遭到判刑。你解决了一个，但是呢，你在制度方面其实并没有改进，而且呢，包含了像是立委陈玉珍还有提到啦，这个案子其实很多年了，你选在这个时间点来，哦，好像大肆恩惠这件事情，你背后难道没有其他的政治考量跟算计吗？这也难怪导致了这个在野党虽然说非常肯定这样的特色，因为大家呢都替韩玉萍将军呢感到愤恨不平，认为说他不应该因此遭罚。但是呢，这整件事情啊，大家都在说背后有没有其他的目的呢？好像是我们看到立委吴思怀的部分，他说合理怀疑啊，蔡总统呢就是要对国务机要费出罪化做铺陈，来替他解套。替谁解套？替陈水扁前总统解套。好，立委邱显智的部分说呢，蔡总统这件事情行为只彰显了贵胄，不与庶民同罪。哎，你有舆论压力，你可以就帮他特赦，帮他免除罪行。那其他人呢？刚刚提到的，还有人因为类似的状况被关的，那怎么办？你不处理吗？这也难怪很多网友都在酸啊，包含了这个吴思怀的这样子的怀疑，很多人都是很认同的啦、啊，都说呢，哎，阿扁呢，特赦阿扁啊，很多人都想说，这个阿扁的心里的 OS 就是，哎，我在这里啊，你有没有看到啊？还有人很生气啊，说呢，几亿都没事啊，几这个2880块钱哈、哦，要被关4年啦。这件事情呢，当然也引发了法界的痛批啊，有很多的说法，还有说现在还有总统府当第五审啊，还有呢，看到直接特赦真的是惊呆了，这样子的特赦，这种开外挂的权利，这不是应该要谨慎为之吗？还有呢，刚刚提到的，这根本没有从根本来解决问题嘛。好，只要有资源有人脉就可以政治力解决官司，现在看起来难道不是这样子吗？好，那当然刚刚提到了，是不是为了国务机要费来做这个解套呢？现在告诉大家目前整个的最新进度了，台湾高等法院审理国务机要费的案子呢，现在进入了更二审的阶段，传出呢前总统陈水扁办公室的前后任主任马永成、林德训他们延迟辩论8个小时终结。所以呢，以目前来说，合议庭呢是直接判定说呢，要在7月15号宣判，大家等着看这个时候啦。而马永成其实主张说，国务机要费的性质呢，如特别费一样，也首度呢为这个南线专案不实陈述来致歉。林德训的部分呢，他说他跟马永成呢，他们两个人没有拿到半毛钱啊，国务机要费都是陈水扁所使用的。好，不管结果如何呢，现在既然讲到说更二审7月15号会来宣判，大家等着看好了。好，以目前来说呢，虽然国民党非常支持说这件事情啊，韩玉萍受这样的特赦，但是也提醒蔡总统，你不要趁机消费国军的感情啊。在国务机要费除罪化修法昨天呢才刚强渡关山之际，现在又想要趁机操作陈水扁的案子吗？难道这背后没有政治算计吗？秀出特赦证书前国军少将韩玉萍这一刻足足等了7年。民国104年前花房部指挥官刘德金宴请下属一家，找来韩玉萍作陪，最后餐费由演习加菜金报销，就为了2880元的餐费，韩玉萍触犯贪污治罪条例，判刑4年半。朝野立委奔走之下，蔡总统22号批示特赦韩玉萍，与事官张玉森。我相信这不是唯一的案例，无论是不是军人，都希望能获得公平的司法对待。
但我始终保持着哀今勿喜的心情。在还给我清白之后，国家面对战争威胁之际，我当义无反顾接受征召，前往战场，随时奉献生命给国家。谢谢大家。记者会上，六度鞠躬，因此被剥夺的退休俸也渴望恢复，而这也是蔡总统任内第二度特赦。只是这时间点就在民进党修法为扁案国缴费除罪化解套隔日，国民党团支持特赦，但也喊话蔡政府千万不要趁机消费国军。在这个时机点，你是不是要借着国务机要费除罪化来做一个动作的铺陈，也是在消费国军，对国军的支持不可以参与政治的目的和利益。类似的案子这么多，为什么只选这件案子？那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间呢？不要每一件事情都想着政治操作。如果你真的想特赦陈水扁，你就去特赦啊，但是我看死你不敢。时立委邱显智则po文直言不理解总统的决定，他认为此案是挪用基层经费又坚不认罪，更彰显了贵胄不与庶民同罪的应用，一张特赦令各自解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水神抗菌液呢，它比较特别的是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所以是温和不刺激，所以呢是没有残留没有污染，一天使用很多次也不会刺激你的肌肤，小朋友孕妇都可以用。我们可以到快点购来购买，也可以输入燕莹的推荐代码 CTI 我发发，好，可以有折扣哦。